官兵同仁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乃瑜。国军为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繁荣发展，一切国防施政都依据宪法，恪遵军队国家化要求，专注战训本务工作，追求国防和民生共荣发展，以回应社会各界与广大国人的深切期许。尤其国军无论是在执行重大战备演训、国防转型、倾听民意、爱民助民与灾害防救等国防与民生结合的举措，都能以一贯的务实态度落实建军备战工作。近年更屡屡响应国家与人民防疫的需求，协助生产口罩、快筛剂，或派遣化学兵协助地方政府执行清消作业，都能展现国军迅速、机动且确实的防疫战力，也显示出国军牺牲奉献、苦民所苦以及保国为民的决心。回顾年初，中共在疫情爆发之际，对内以激烈并且极端的方式进行封城，所导致各种乱象；对外，仍不断透过基建扰台、逾越海峡中线，发动网军散播假讯息，或在台海周边进行其所妄称的海空联合军演等手段，显现出中共漠视人权及始终未放弃武力犯台的野心。而国军始终秉持只战而不拒战、备战而不求战的理念，绝不轻启战端。倘若敌人执意进犯，战争已不可避免时，将统合三军联合战力，结合全民防卫总体力量，以化民力为我力、容我力于战力的目标，遂行国土防卫作战，以维护我领土主权，确保国家安全。若要说俄国入侵乌克兰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，可以看得出中俄在扩张领土的手法如出一辙，双方都以捏造和扭曲的历史为出发点，强调与欲并吞的国家同属一个民族，坚称唯有统一才能恢复昔日荣光，并将西方国家塑造成为阻碍伟大祖国复兴的假想敌，美化侵略者的形象，却难以掩饰国内贫富差距、侵害人权等内部问题。实际上却是不断利用诸多借口与手段，扩张周边海空域活动范围，挑战东亚安全秩序。考量我国未来周边安全环境及敌我战略态势的发展，借由年度汉光演习，以拒敌于彼岸、击敌于半渡、毁敌于水际滩头、歼敌于城镇阵地内的用兵理念，透过想定设计及近乎实战的场景，磨练各级指挥官临机指挥作战及幕僚参谋作业能力，秉持从严、从难、从实的务实态度，探讨防卫作战计划及验收部队战训成效，以整合三军联合战力精进联战训练、后勤能力、全民动员机制及精神战力等软硬体作为，逐步将国军部队整建成为具备远距精准打击、同步联合接战能力的优质劲旅。尤其以现今科技进步的战场，歼灭敌方往往只有一次机会，正因如此，唯有透过扎实的训练，达成精准命中的要求，方能发挥不对称作战的可视战力，守护国家安全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光是用听的，是不是少了点真实的感觉呢？不如直接带大家到参与演习的部队看一看，他们是如何落实演习前各项准备工作呢？各位官兵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军文社记者周立行。汉光三十八号演习即将到来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各单位的准备实况。今天第一个拜访的单位是资通电军资通联队花莲作业队。正所谓作战靠指挥，指挥靠通信，无论是有无线电、网路、卫星等等，都是我们重要的情报以及通信手段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实地了解这一群资通官兵他们的准备实况吧。我们这一队平时是主要是负责
作案区指挥所的各项通知系统的建立与维护，那包含像资讯、有无线电、卫星、机动数微波，还有光电缆抢修等等的通知系统。那暂时的部分就是针对战区的指挥所开设，一样实施通知系统建立维护与作业。在探光演习的任务的部分，那依照作案计划演练的进程，有线力侦查、图上兵推等等的，那我们配合行程来实施我们操演的演练，跟先起战场进行等准备。自通电扮演角色，就是要用诸般手段，利用各项我们的装备的能力跟限制，来提供指挥官的通信作业手段，让他能够来实施一个这个命令的传递。每位官兵在每项任务都能发挥自己的所学的专长，那平时针对战备准备努力达成，那期许我们这一次探光任务演习都能够顺利安全的达成相关的任务。机动数位微波担任了讯息传递的重要角色，借由这次的演习验证我们资通电兵平日战训演练的成果，而身为通信兵的我们更应秉持迅速、确实、安全的要诀，顺利完成作战区内野战断肢直管勤传，在整个演习过程中发挥个人所学的专长，提升团队专业能力，能为国军战力加分感到十分自豪。在本次探光演习中，我负责开设高频连战网的作业与维护，秉持着国军士官信条的精神，无人比我更专业，我是士官士兵的领导者。演习前，我带着士兵从现地侦查、现地战术到实兵演训中的开设位置的选定，配合着响定的推演，按照程序按步骤要领逐次的完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。花莲作业队才刚从北侧中心然后集训回来到驻地，那持续的一直在接续到各种任务，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汉光演习，然后大家一直保持着团队精神，保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，那单位其实是非常团结一致的，然后相信这次也可以完成此次的汉光任务。现在我们来到台中后里地区的陆军装甲586旅，586旅是陆军第一个编成联合兵种营的单位，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地面打击部队，战力不同凡响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前进586旅，共同见证弟兄姐妹们的高昂士气。针对此次汉光演习，本营担任旅上操演的实兵验证单位，于平时一驻地针对演练的各项科目，利用在营区内的缩短距离演练以及现地侦查等科目，实施熟悉战场环境，针对我们的装备保养、装备的维管，实施相关的准备，以因应我们的汉光演习的实兵周的验证。本营从去年联勇操演以来，历经了各项大小演训，在各级长官指导以及协助下，全体官兵均能发挥所长，齐心协力完成历次之任务。接续的汉光演习任务，官兵都排开手边工作，齐心投入此次的准备工作，相信在各级干部的领导之下，我们能够团结一心，圆满完成此次之任务。我担任的职务是尖针排的弃架兵，尖针排被称为一个赢得双眼，总是在最前线获取敌情。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，尖针排的高机动性全仰赖于悍马征收车以轻型战术型车辆，也因此弃架兵的职务就格外重要。除了平时的车辆保养及维护，更重要的是弃架兵在战场上的应变处理。除了操课时学习车辆的保养及尖针排的专业专长，也会参与战备征询的任务，从中我能学习到在不同的地点及路线该如何应变，并协助车长执行征收的任务。经历了去年的联勇及基地，还有多次的战备征询任务，我十分有信心可以完成这次的汉光任务，为单位争取荣誉。我想对所有的国人说，我们有信心一定可以保卫国家、守卫国土。
我的主要装备是 M60A3 战车。那战车主要区分三个区块，分别是炮塔、底盘及通信。那战车的底盘、炮塔、射控及通信的妥善是环环相扣。战车的保养是需要成员一同完成，而一台车有四个成员，分别是车长、射手、装填、驾驶。而我担任的职务是射手，也是战车的副车长，负责在战时追瞄敌人，给予致命的打击。那不论是战备征询或是这次的汉光任务，车辆一定都要如期顺利的出车，进而达到上级的要求。近期七月底任务是汉光演习，所以在战车的检查保养上更加重要，也需投入更多的体力及精神。我也十分有信心能完成本次的汉光任务，能为单位争取更多的荣誉。战车动六，战车动六，这里是战车动五。看到我身后壮丽熟悉的中央山脉，就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花莲的空军第五联队。他们的战机也已经逐步升级，购改成 F-16V 战机，是国军的重要制空战力。现在就让我们前进基地，看看这群空军健儿们的准备实况吧。本队的核心价值为训练战术专精飞行员，以保卫国家。在平时训练本军 F-16 的战经班飞行员精进战术，亦于各项演训中扮演专业红军的角色，旨在提供参演单位更加逼真的假想敌，并协助参演单位从中学习，以力战时能够有效抗敌，保卫国家安全。那针对汉光任务准备的部分，我们就是依照司令部颁发的计划，循序渐进的依照学科模拟机术课的方式执行训练，那每一批都会按规定提示，最后到空中执行我们的演练。那在落地以后，我们还会做一个完整的归巡，希望藉由归巡可以得出我们刚刚在空中是否有犯一些错误，那如何精进。针对这次的汉光演习任务，本队同仁都是非常积极在准备，那全部的同仁都是非常有信心可以完成本次的汉光演习任务。本中队任务为平时落实战场经营及准备工作，针对基地内固定设施修缮、消防抢救演练、驻航设施维护及工程设计监造等，暂时负责跑滑道抢修，并争取这条起降带开放，以利各型任务机遂行全班作战任务。所以平时教育训练除一部队训练实施计划，执行各项技型训练及装备维保外，同时提升人员素质，以因应当前两岸情势，强化战备准备工作。我们为了汉光38号演习，自从五月份开始，我们每一个礼拜会开始执行机场技型训练。借由这几次的技型训练，我们可以把跑滑道抢修缩短在4个小时之内，完成各式的弹坑回填，并有效支援飞机作战任务。本中的官兵因为汉光38号演习，我们全队都是依照战演训的实施计划完成各项准备，那官兵的自信心也会大增，我们有信心能够圆满完成长官所交付的任务。我是负责航空器失事及建筑火灾抢救工作，平时会利用基地安全日等时机突发状况的演练，以提升消防抢救紧急应变能力。空军花莲基地为军民航合用机场，本单位主要执行军方消防任务，如遇民航机发生意外事故时，则协同花莲航空站消防班互相支援抢救，以发挥军民统合战力。本次很荣幸参加汉光38号演习，我身为领导士官，有信心率领组员圆满达成本次任务。我具备了重机械操作、一般装载机及堆高机等证照，中队里的重机械我都能驾驭自如，平时负责跑滑道外部清除工作，举凡战机起飞前，我都必须驾驶清扫车来回清除跑道异物，确保战机可以顺利完成起降任务。暂时驾驶装土机执行跑滑道弹坑填补，重机械操作员技术与能力可不输一般男生哦。这次是我第五次参加汉光演习，我以身为空军的一份子为荣，热爱空军，心系空军，加油！
最后，我们来到海军左营军区，要来拜访的是海风机动一中队。海军海风大队所使用的是大名鼎鼎的雄风反舰飞弹，能够精准打击敌军海上的军舰，是我国重要的制海战力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群海军官兵们的演习准备实况。本队很荣幸能参加年度探光38号演习实兵操演。演训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平时陆力战训本务的成果，其能于战时发挥坚实战力。台风防卫作战中，本队主要受62部队作战管制，或经授权后，由地区作战中心、海上支队、中远程雷达站，或增援各作战区遂行联合制海作战。平时加强战训准备，实施战力保存及战术位置之选勘，并配合各海上对抗操演、各项战训训练，实施战场经营。暂时162部队命令机动至战力保存及战术位置，负责台湾周边制海作战，击毁侵犯我领海内敌国舰艇之任务，以达成保国为民、捍卫海疆之目的。平日除了遵循上级命令之演训任务及规划相关的训练期程外，每周我们都会检讨并排定次周训练课表，以此作为依据实施保养及训练。在各项训练及装备维保之前，军会依规定下达安全守则和任务提示，然后由干部带着执行人共同实施车辆及装备检查，并由督导军官在旁共同掌握执行状况。另外，每日军会召集各部位军事官干部实施课前会议，回报当日工程办况及训练检讨，同时针对隔日的工程及训练课表提出讨论，依据各项规定和各军事官的专业本职与经验，一起讨论可能遭遇的风险和解决方案，消弭危安因子，共同管控维护本队训练与维保安全。本队能够参加实兵操演，全队官兵都感到无比的荣耀，相信全队官兵都能以发扬海军忠义军风为直至，共同努力达成上级交付之各项任务。未来我们仍本初衷，持续战训本务，勇于担负捍卫海疆之重大责任，以不负国人的托付与期望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长时间然后连续不间断的一个训练任务，那就是为了因应战时的相同状况。经过这样的训练跟实际临战的状态是比较接近的，然后在生理上跟心理上都会有不同的感觉。未来如果说真的有发生这种战事，那每个官兵都能在真实状况之下做好他自己应该做的本分。因为平常的驻地赴宴跟我们平常的每一天的训练，那都已经有相同的科目在做，那只是进入汉光前强度会慢慢增强，大家也都是能够循序渐进的去适应。那我们面对这次汉光任务非常有信心。这次能够参与国军年度最重要的汉光演习，除了感谢长官对我的肯定外，并验证本队车组灵活机动力之特性，借此展现单位平时努力战训本务的训练成果。本队自成军以来已有10余年的时间了，平时依程序步骤要领执行单位训练工作，并遵照海军舰艇装备保养排程锁定执行各项装备保养工作，以为单位装备妥善，另针对不同操作手可能面临问题实施验证，并对处置欠妥部分加以研讨。如此一来，更能让官兵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临机应变解决问题，使任务能够顺利完成。此外，平日接获紧急出车命令时，全体官兵便会绷紧神经，全神贯注，在时间内完成出车准备，机动至战术位置，后令提升战备姿态，完成上级交付之任务，以发挥本队高机动性之特点。最后能够参与本次演习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，并将尽最大努力完成各级长官所交付的命令，并期许自己在本次演习能够好好发挥自己的专业，为单位争取最高荣耀。雷达工作班在战备时的重要性，就是接获上级的指令，捕获目标，并实施飞弹发射。我们也会反复到我们战术位置实施放猎及整套的操演。
我们非常有信心面对汉光演习，希望能在汉光能更进一步的完美展现出我们的精实成果。很荣幸能参与年度汉光演习士兵操演。回想半年前的我，到单位后实施各项共同性及专业性签证，一开始有点不习惯，但在学长姐的协助下，研读各项准则及执行实务装备操作，建立起正确的观念及累积经验，直到现在，我可以胜任作战任务第二操作手的职务。飞弹工作班对我而言是个需要具备高度专业的工作，平时不管在执行各项验收或训练的当下，干部们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，因为只要有一个疏失，就会造成人员或是装备上的损伤。幸运的是，有部门干部及学长姐的耐心教导及平常精实的训练，才让我渐入佳境。未来的我将持续不断精进本职学能，更加成长茁壮，并在这次操演中展现自己平时精实训练的成果，协助单位顺利圆满达成任务。正所谓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演习就是作战计划的验证，也是三军部队相互协调管制、指挥及情传效能的应用。唯有持续精进各级连战指挥机制运作流程与磨练干部指挥参谋作业，才能具体发挥机动速决的联合战力。而汉光演习就是为了验证国军部队在台澎防卫作战的战场环境中，如何有效发挥联合作战防卫效能，依据当前敌情威胁模拟各种突发状况，演练战力保存、整体防空、联合制海与联合国土防卫等作战进程，借以提升防卫能力的重要指标。刚刚我们也看了各参演单位无论在部队训练、装备维保、军纪安全及精神战力等方面，均十分有信心能达成演习目标。然而这些成果绝非一蹴可及，而是过去的前辈们凭借着爱国的信念、胼手知足不断累积出来的。现在的国军承袭着前人的优良传统与经验，不断改良精进武器装备及战术战法，未来也将担负起传承保国为民的使命与精神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共快速的军力扩张，国军没有松懈战备的空间，因此面临21世纪军事科技发展和作战形态改变的趋势，国军欲成为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防卫力量。唯有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准备，持续联合战力，才能创造相对战力优势，进而锻铸国军成为精锐的钢铁劲旅。我是王乃瑜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